马克队长一死，谁去采集物资啊？哎，东塔会安排的，反正跟我们陈明也没关系。老师，我始终还是没能完成您的嘱托，您把我们的希望留在了灯塔上，可他身上的秘密还没解开，就因为我而失去了生命。我要是早点把实施三大法则的真正原因告诉他，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了。到底是哪里弄错了？样本处于惰性状态，但检测到再生迹象。惰性状态再生，你